当你在广东过中秋，喂，食苹果啊，啱舌头嘅，好啊。哎呀，广东中秋真特别，连水果都有一股年轻味儿，好美。哎呀，肯定把水果都啱切完双黄莲蓉，未使攞嚟切水果啦。等等，这槽点太多，我不知该从何吐起。有咩？这么小的月饼，你咋还要切呀、啊？广东食月饼无论几细都系切开嚟分噶啦，开四或者开八啊嘛。切蛋糕啊，分子料理啊，到底怎样水果刀切呀、啊？咁而家唔配刀叉啦嘛？那叉子怎么办？西餐叉咯，我冇攞烧烤叉已经好俾面啦。好，我吐槽完啦。喂，你攞啲韭菜俾我，要干嘛？老豆啦，买蜜糖唔记得买叉，咪攞韭菜入蜜糖嚟拆啲烧烤嘅嘢食咯。这槽点太多，我不知该从何吐起。要顶啊！烧烤为什么刷蜜糖啊？广东烧烤肯定搭蜜糖噶，定律嚟噶嘛？我真系开眼睛了。喂，快食埋个月饼佢，跟住俾个盒我。有只空盒子干嘛？啊？月饼盒喺中秋最大嘅作用，唔系我嚟装蚊香咯、啊。哇，喺个天棚咁多蚊嘅。这槽点太多，算了，我不吐槽了。